鸡肉饭，一直问我肚子饿了吗？妈的，我在旁边，肚子饿了吗？气死这鸡肉饭！这鸡肉饭，这鸡肉饭，鸡肉饭，看这鸡肉饭怎么那么硬啊？这鸡肉饭好硬哦！鸡肉饭好硬哦！这鸡肉饭，干什么鸡肉饭？不要一直来啊！还我点啊！都好不容易我拿下来了，就一堆人。哇靠！痛痛痛痛痛痛痛！妈的，怎么那么多人啊？哇靠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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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们运得到人哦！妈的，这些人是怎样？等等，要打魔族哎、欸！干！操你妈！等等，要打魔族哎、欸！哇哦！看来不认真对付他们不行啊！不让了，不让了！哎、欸，怎么不见了？哎、欸，人呢？金保底是谁？是哪个喜憨的？他晕怪来干嘛？这人晕怪，是谁啊？是哪个低能儿？这变身不会是夏旭熙吧？这个变身不会是夏旭熙吧？矮子熙，这个不会是矮子熙吧？他又不见啦！哇靠！啊，他怎么把我的月灵打掉之后人就不见了？三小，金保底是压团的哦。好吧，压团的不知道该说什么，压团的。这金保底是怎样？金保底是不是皮带痒？金保底干什么？金保底，金保底干什么啦？金保底，他要飞了，干！又飞了，又飞了，又飞了，飞了，飞了，飞了！海鬼王不是要办一个什么篮球赛吗？对不对？我们不是去输的，我们是去拿冠军的。我昨天我在九区啊，我就跟那个下去系的代开凯文说，这个月底听说你们老板要办篮球赛啊，敢不敢报名啦、啊？我站着不跳起来，你要投篮我站着不跳啦，对不对？我就站着守你啊，我跳都不跳啊，看你敢不敢报名啊？凯文要不要报名？我就站着啊，我站着防守你就好了，我连跳都不跳，我就举手，我就举手就好了，我就举手。妈的，盖死你啊！大家好，我是令狐冲爷爷。如果喜欢我的频道的话，请按下订阅、分享、小铃铛。喜欢喜欢，不喜欢不喜欢。如果有话想对我说的话，也可以下方留言哦，我都会看，应该吧，呵呵呵呵。